夹了鱼，夹了肉，还有满满一整盘的各式青菜，在中午12:20到1:00的时段，只要在店内用餐，不管你夹多少，一律只要60元。这家专做便当生意的店家，体恤工人的辛劳，又不想浪费，就把包便当没用完的菜色拿来提供内用，60元吃到饱。没想到活动经过报道之后爆红，到了限定时段，不少人冲入店内，大鱼大肉狂夹，最后甚至吃不完，让附近的邻居忍不住为老板娘感到心疼。现在的时机怎么还那么佛心的啊？而且我觉得说不要浪费啦，因为真的那么便宜哈，这东西60块而已，吃多少拿多少嘛，就这个样子。原因是不想浪费食物，店家从10月底开始推出限定时段60元吃到饱的活动，没想到竟然有人贪小便宜，夹太多吃不完，反而浪费食物，老板娘也很无奈。板这瓦当啊，你食材的那个成本有提高很多吗？大概多两成多。只能要形容，这嘛真无言的呀，我不跟他直接很忙而已啊。店家说，餐馆靠近加工区，体恤工人赚钱不多，推出这活动来让他们可以饱餐一顿。没想到美意被曲解，忙翻的老板娘无言。她说，还好贪心的人不是太多，活动还要不要继续，将再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。TVBS 新闻张丽玲高雄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